Elsa， 给到中间的张镇雅，上篮球进，传出助攻的是林立，其实还是算是非常的雄厚啊，相信球员喽，是外围的张镇雅三分球，张镇雅转身面向篮筐的出手抛投进了，哦，这是其实出手选择可以再谨慎一点啊，张镇雅的进攻篮板最后要上去 林立上来，球差点掉，李彦廷最后交给到篮底下的张镇雅，轻松放入两分，拿到了分数。张镇雅外围三分的尝试进，张镇雅这球硬是打了上去啊，这球打的算是。 欧力士给到里面张镇雅，哦，这个球单手扣进去了，哇，一个 high low 啊，直接看到张镇雅的下滑，没有防守者的跟防啊，张镇雅自己也很高兴啊，可灌完篮直接被教练换下去，是，可以藏起来，可以藏起来，<笑>自己都在偷笑，紫薇也在偷笑，是。 不良者还是有把他拿到，换位，陈范博彦，这一下看起来就是陈范博彦展现出来啊，自己这正手禁区的这个霸气，是，进来你怎么敢在我面前上来？<笑>是剑士科大在解读对方的区域联防进攻选择上，哇，陈范博彦再来一轰啊！ 哇，这个火锅！现在的陈范博彦角色跟他在高中时期比较像啊，担任最后一线的协防者。当然，火锅团队的半场进攻其实也并不是打得很流畅，那但是至少他们能够把握几次反快攻。哇！朱一军直接双手扣上去了。再来看一下到底怎么回事。第一派晃开防守者，第二线的九龙不知道人去哪里了。这第二线不知道拉到前面，拉到上面，应该是要跟着蔡真月。 在这个赛季配号11号的郭正富，每场比赛的平均得分也是在球队当中有7.8分的贡献。对，郭正富在上个阶段陷入完全展现他的进攻，还有他的防守，第一线压迫的这样的企图心。下的12分，对，尤其对国体大，那可以说是今年这本土球员禁区对抗性数一数二的强队，能有这样子的表现，算是实属不易。 哇，这拦不住，让尤爱哲制造了一个犯规，还把球给扔进了。尤爱哲，对他今年，我觉得他真的最强势的部分就是他整个身体素质跟失误太多了，连续2个失误。 哦，这个背后给球找到的是蓝底下的欧力士，欧力士跟尤爱哲比了一下，那总算是让我吃到饼。而且传的非常大胆，对，那起跳之后是扛着防守者，完全让哇，这里又一个 double pass， 再来一记妙传，又是尤爱哲，蔡正月的身上。